原想拯救者电竞手机 Pro 发布会看点汇总。近日，联想拯救者电竞手机 Pro 的阵容照得到曝光，且正式开启预约。从公布的海报来看，联想拯救者电竞手机 Pro 将采用六边全面屏设计，红黑配色使其电竞感十足，而位于背部双摄位置更为偏下，位于中间位置，以此实现整机上下的对称性，不会显得头重脚轻。同时，拯救者标志性的 Y 字 logo 极具辨识度，且很有个性。配置上，根据官方公布，联想拯救者电竞手机 Pro 搭载了高通骁龙865 Plus 移动平台，采用次时代中置手机架构，支持90瓦超级快充，附以双 Type-C 横握充电，不挡手，内置双 X 轴线马达，配备一块144赫兹电竞屏，还有双全息声场扬声器加持，是一款专为游戏而生的手机。除此之外，联想拯救者电竞手机还拥有2000万像素与 0.496 秒最快升降，支持 0.5 秒自动回收，最长使用寿命大于40万次。联想拯救者电竞手机 Pro 将于7月22日正式发布。7月22日晚7点半，联想将会开启拯救者电竞手机新品发布会，